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针对交通业者 SMRT 解雇两名员工的事件，代表员工向公司提出上诉。因为涉及今年三月的巴西利地铁站轨道致命意外而被解雇的两名工友，获得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的协助。联合会检讨事件之后，针对 SMRT 的决定提出质询，并向 SMRT 提出上诉。联合会执行秘书杨义才表示，在等待 SMRT 的回复的当儿，联合会也会继续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支助、支持和援助。